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 channel 啊，我熟悉带你探世界。好啦，今日咧你睇到啦，我就嚟到呢个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咧，就出席呢个秋季香港秋季旅游博览。系啦，咁样会展举行咧，咁啊入去睇下咧，今日咧会有啲乜嘢嘅优惠啦，同埋咧特别嘅航次可以拣啦。今日咧目测，因为我哋朝头早10:00嚟咧，相信有好多人嘅，咁我入去睇下个情况。成日听闻咧，今年系好热闹噶。系啊，哇！之前咧旅游节都未有咁多参与者。今次差不多所有的旅行社都出动了。对了，那我们现在去看看先。好 ,Let's go! 哇，所以入到嚟有参展商叫就是中旅社啦，哇有好多人喎，所以看看有什么优惠先。哇，有好多不同的行程喎。哇，再探索南极的天鹅号喎。如果喜歡去南極的就留一留意一下。我們現在在這個中旅社 counter 剛剛問了他有什麼好東西介紹給大家，首先就是這個愛達摩都好、他們有個團，因為我知道很多哥哥姐姐不喜歡自己搞的，他們跟團，這個團呢聖誕、新年那些已經爆齊了，有一個都挺好的，就是3月份的時候去哪裡呢，就是坐這個愛達摩都好在上海出發、今次這個團真的包齊你機票啦，早一晚去的酒店啦、玩樂啦，還有船上面所有東西，只是小費啦，同埋咧入日本境嗰1000日圓嗰個唔包之外咧，基本上係包曬啦，全包咁滯啦，連領隊費都包埋，小費就520元啦，即係每日83元咁樣啦，另外1000日圓嘅日本嘅税咁樣，係啦，幾多天啊？未講過個價錢啦，先個價錢咧就係10,288就內倉嘅，12,000咧就係呢個露台房嚟噶啦。咁去邊度咧？咁咧就喺上海出發啦，第一日就搭飛機上上海，咁咧佢跟住入住一間酒店，佢話好正喎呢間酒店。嗰間酒店咧有啲繁花 feel 嘅，咁就話咧由一間工廠去改裝，咁呢啲大陸噶啦，佢哋嗰啲酒店咧係可以佈置到好精緻啊，好華麗嘅。仲包埋自助餐添嘅。咁另外咧個景點幾正喎，佢有呢個福岡嘅喎，係啦，有福岡啦，同埋濟州咁樣咯，係啊，咁呢兩個地方。都不错的，即是去观光和 shopping 都可以的。讲福冈的 port 我未去过。福冈很多朋友是飞机、坐飞机去的。咁就坐飞机来回的。咁呢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啦，跟团的。咁就乜都不用想啦。3月18号，2025年啊，呢个系。6天团咁。系啦，咁我呢个发现最大啊，好，我继续睇下有啲咩好嘢咯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呢个叫 Travel Resources 的 counter。除咗咧有呢个咧迪士尼嘅，唔系嚟去影相之外咧，就发现有啲行程嘅。系啦，睇到正喎。而家咧。呢個行程咧就係 Celebrity 嘅，我哋好中意嘅品牌啦 ，Apex， 佢係2021年首航嘅，都係半新船啦，即係唔係話好新咁樣。今次行程就係地中海啦，就2025年嘅4月嘅，去邊咧？有7晚嘅行程，由西班牙上船，中間途經咧3個葡萄牙景點，仲有一站咧去西班牙嘅拉科魯尼亞，然後到最後咧落船嘅地方正啊，喺邊度？就喺呢個英國嘅修咸頓啊，可以睇埋波。係啊，仲有咧就可以探下你哋嘅朋友啦。佢價錢幾多咧？嗱，講緊內倉房。就是5,000多元啊，咁加埋啲税啊、雜費嗰啲都係3,000多元嘅。咁最正咧就唔係內倉啦，就係佢哋嘅呢個真係要報啦。識住嘅應該住咩啊？套房嘅係點解咧？因為咧係8,360元就可以住到套房啦。咁好少可呢個價，即係通常佢咧升級係爭幾千元嘅。仲要係呢一隻船喎。係啊，而家係講緊爭3,000元就可以住套房，都係有3,000多元嗰啲嘅。即係套房有最專屬嘅餐廳嘅。3,000多元税啊，同埋嗰啲雜費咁樣咯。咁呢個好抵住，我覺得如果可以。安排到時間嘅話，大家可以考慮呢一個。係啦，咁啊上網睇下你啲優惠啦。影完張相咧就出現啦。哇！再講多嘢咧，發現咧有幾間旅行公司都開始擺喺好似後面嘅迪士尼嘅 backdrop 啦。Mickey and Minnie 喺度，點解咧？嚟緊大家知萬眾期待亞洲竟然係有呢個迪士尼嘅航次啦。係就喺新加坡上船嘅，不過咧所有行程啊或者內容咧，暫時都仲未公布嘅。半保密嘅狀態，有少少透露緊，逐步咁通知大家，慢慢滲俾你聽。咁所以咧令到大家哇，好似等得好心急咁樣。咁我都好期待，如果有。新消息一定會通知大家啦。咁啊，記得追蹤住我哋嘅 Facebook 啦、IG 啦，同埋呢個 YouTube 噶啦。就消費未包啦，呢啲未包啦。港口費、政府税同埋嗰個嘅2,000多、3,000機場税。
好啦，跟住嚟到呢個捷城遊輪啦。咁呢捷城咧，大家可能咧好少聽嘅，即係佢哋比較少賣廣告，但原來咧都係百五年已經喺香港度做旅遊噶啦。咁之前都代理啲機票各樣咁，係啦，咁所以都係耐歷史嘅。咁我哋揾到啲咩？咁我朋友話俾我聽嘅，其實佢第一日已經報咗名，咁佢就報咗呢個 NCL Escape， 咁咧就係同我哋同一日出發啦，3月17日航行嘅，咁就係 NCL 嘅 Escape 啦，咁喺2022年發生過嘅，去邊咧就由巴塞隆納上船，然後途經咧一啲西班牙嘅小島嘅，有一個叫 Ibiza 啦，有嗰個帕爾馬啦、加利亞里啦、羅馬啦、佛羅倫斯咧就可以過一晚嘢嘅，可以慢慢去比薩斜塔影呢個日與夜啦。Naples 就成日都有嘅，仲去過法國康城喎，可以行影展，行紅地氈啊可以係啦。咁然後最後翻去西班牙，咁佢有咩正呢？就係譬如咧內艙房嘅價錢咧係7999蚊咧，咁佢第二位係3999，基本上第二位就半價，仲要咧會送你 upgrade 去海景房咁樣。機場税啊、小費嗰啲啊，咁又另計啦呢個。係啊，遊輪雜費3000，跟住然後送啲咩？1500，佢會送你一程嘅機場接送，即係你可以揀去嗰程或者翻嚟嗰程。咁如果咧醒目嘅觀眾應該揀翻嚟嗰程，因為通常多啲嘢，多啲行李，咁就由個遊輪碼頭然後送到你機場，你就無憂啦。如果露台房仲可以送埋呢個酒店添，即係早一日去咧，咁就跟住住一晚巴塞酒店啦。仲係坐咩機啊？咁佢坐 Emirates 嘅，就係阿聯酋，所以比較舒服。包埋來回呢個機票都唔平㗎。你自己計下，其實都係10000蚊一個人起咁樣咯，但係已經可以去歐洲全包啦。係啦，咁咪去上捷城旅遊嗰度睇下啦。點樣整嘢食啊？絕對咧係建議咧，大家喺出發之前就已經報名，因為呢一個海上烹飪學校咧只有18個位嘅啫，唔好等到上船先至報名，係會冇位嘅，係會枯嘅。主要係尤其是海。而家咧嚟到 Jackson 啦，原來佢哋咧而家咧已經做咗個 AMR Waterways， 即係河船嘅總代理啊。所以頭先佢推介咗一個咧行程咧都唔錯嘅，咁啊10000蚊起嘅，去邊咧就係2025年嘅2月23日上船。咁啊，河船就呢個荷蘭開始玩，然後玩到落瑞士啊，呢個又係。因為咧，你大家都知道瑞士有啲貴噶嘛，咁所以咧你坐船去到嗰邊咧，然後先再玩多一陣，咁個感覺咧可能會慳少少嘅。咁呢個咧18998。19000。咁有咩正呢？因為河船咧，其實咧佢哋嘅食咧，通常都係比較好嘅。咁同埋有賣你最中意嘅。飲啫，飲咗紅白酒啊嗰啲咁，所以咧亦唔使額外嘅使費買嗰啲嘅 drinking package 咯。咁同埋落船咧，好多岸上觀光都包咗嘅。咁同埋佢應該係總代理嚟嘅啫，即係其他旅遊公司咧都要揾佢攞嘅。咁所以你哋自己諗下會唔會有會唔會有分別啦？咁啊係啦。咁咧佢中間會途經咧萊茵河咯，去行係啦，咁行好多景點，因為8日7夜嘅。咁河船嘅特色咧就係點樣嘅？可以咧，好近距離一落船咧已經係有景點啦，你唔使再 travel 用腳咧。行都行得到嘅，同埋你喺船上面咧望出嘅景咧都係比較近嘅，你即係好似喺香港維港咁樣，但又唔會好浪，因為河嗰度咧就會比較定啲。即係行下咧，咁又可以翻食個晏晝咧，又出去休息咧，出去再行過㗎。咁呢個價錢咧已經包咗船上嘅即係服務費咧，即係唔使再俾小費啦。同埋咧來回機場嘅接送，咁大家都知道歐洲或者即係外國嗰啲交通費幾貴㗎啦。咁然後接送咧，你又唔會怕遲咗開船咧，你趕唔切啦。係啊，即係淨係自己諗埋機票嗰程之後咧。其實都唔係幾使諗，因為行程已經搞掂曬。如果大家即係中意行半自由行咁樣咧，其實幾好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。好。跟住見到呢個專享旅行團專家專享旅遊啊，記得陳貝兒啊，之前我都聽佢講座，睇下佢有啲咩好嘢先。發現咗好嘢俾大家，呢個係河輪團啊，即係河船。呢一個咧都係3月嘅時候嘅團嚟嘅，2025年3月24日，咁有坐河船啦。最正嘅地方咧就係由荷蘭玩到去瑞士、途經德國、法國喎，佢全部都係浪漫嘅小鎮，好靚好靚。荷蘭好似好似咪睇埋呢個鬱金香花節喎。是啦，3月份的時候有鬱金香睇，咁佢哋咧知荷蘭最出名就係花噶啦，同埋風車咯。呢個時間咧就只辦一團，咁呢團咧就係啱啱好嗰個季節咁樣咯。係啦，仲可以去埋呢個瑞士添喎。咁咧價錢咧已經包曬機票啦，同埋個船嘅。咁呢船咧就係 MS Madis Queen 啊，咁咧佢呢只船咧係2018年首航嘅，咁載客量只162人嘅啫。係啦，係 total 有4層。咁咧呢個船咧有兩個價錢大概60000蚊，就有1樓同埋2樓。咁1樓就低層啲，咁咧2樓就望遠啲。咁通常咧啲人咧，如果都係坐2樓嘅。咁呢
個其實相差$2,000到嘅啫，係啦，60,000+起，咁已經包曬小費，機票啊、酒店乜嘢都包曬㗎啦。同埋咧，河船最正係咩啊？除咗咧係好近嗰啲景點之外咧，佢好多時落地嘅團咧，佢都唔使再額外俾錢嘅嗰啲。係啦，同埋咧，仲要食得好啦。係啦，咁同埋咧，大家中意飲酒嗰啲，可能你個肚咁樣，係啦，嗰啲酒啊嗰啲咧已經搞掂曬㗎啦。咁就坐 Swiss 即瑞士航空咁樣咯。係啦，喂，呢個幾好，完全包曬，喂，呢個可以度一度。係啦，係啦，60,000起咧就係普通房啦，套房就66,000到啦。咁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詢。哇！去旅行啊，要買行李箱啦，或者一個 LEGO 夾啊，係啦，好適合啲小朋友啊。都有啲袋啊，好得意嘅 LEGO 袋。好 colourful， 好繽紛啊，好多唔同嘅夾啊。咁嚟錢呢度咧就大把夾可以買啦。係啊，仲有啲頸枕啊，各樣嘢都有。哇！剛才我們去到翠明閣幾咧，見到啲好嘢喎。即係呢個咧就係好正嘅，係長江三峽嘅。咁大家咧可能咧長江三峽陸地咧就玩得多啦。呢一隻咧就係坐船咁樣玩嘅，就係一隻河船嚟嘅。叫做咩名咧？世紀遠航號。邊度開始玩啊？咁係坐飛機去到成都，然後咧佢會留三日咁喺度玩。佢其中一個景點咧叫熊貓基地啦，咁同埋一個叫黃龍溪古鎮嘅咁樣咯。然後玩多兩三日之後咧，先至再上船就4日咁樣。行程之後就在成都就玩多一天，跟住就坐飛機回香港啦，就全程包曬所有嘢噶啦。係啦，有咩正咧？佢每一層咧，佢都有自己獨立嘅樓層去食餐廳嘅。係。所以話你唔使同其他人逼，你住嗰層咧就食翻嗰層。係啦。咁大家可以參考點解咧？因為呢個船係2024年嘅新船嚟嘅，咁啊坐船最好就要揀新船啦。如果可以嘅話，係啦。咁同埋一個幾好喎，如果長江三峽坐河船咧，就一路咧沿住咧睇住個景色啦，同埋周邊嘅環境都好正。係啊，同埋呢個係旅行團嚟嘅，咁如果你哋又係唔想煩嘅朋友，即係唔好似我哋而中意計劃嘅咧，咁咧就真係好啱啦，係啦。冇錯啦。日期咧就係、是、最後嗰版，十一月有三期，有三團嘅，就5號、12號啦，同埋19號嘅，係啦。咁有興趣就自己去翻翠明假期嗰度問翻啦。我又發現咗好有趣嘅嘢，我呢個今年第一次見嘅啫，係啦，就叫做 Pet Holiday 係寵物旅遊喎，有啲咩特別咧？原來可以帶你狗狗、貓貓一齊去旅行啊！咁佢呢個咧係咩啊？坐私人飛機添嘅喎。咁佢話嚇最緊個優惠咧就係7至12月嘅。咁咧要有少少本錢，有少少米先可以幫襯到。冇錯啦。因為咧嗱，譬如關西咁啦，佢就69,000一個人。最平可以沖成47,000啫。47,000就包一個人一個寵物，即係福哥66,000。不過咧就咧寵物咧要之前咧已經做定咧驗血啊嗰樣嘢先嘅，即係等於做個 passport 一樣啦，係啦。即可能俾啲指示你咧，但係全部都未計錢嘅，呢個淨係包私人。飛機嘅啫，酒店全部都未計。不過酒店咧，佢哋會推薦俾你嘅，有邊啲酒店係可以住寵物啊咁樣。呢個你可以自己諗嘅，但係最搞笑係即係坐呢個私人飛機。係啦，成架飛機都係咁。我都未試過坐私人飛機。好正，係啊！咁呢個大家可以嚟自己參考。如果你多過一隻寵物咧，你可以帶埋我，我帶你嘅寵物上去。好啦，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，呢個幾新穎嘅，可以你可以嚟睇下啦。哇！呢度有熊貓啦，有北極熊嘅嘢咧，可以俾啲小朋友去玩啦。哇！呢度仲有只好大只北极熊添啊！哇！有试咗同品酒啦。我而家要代我老公饮酒，因为佢等间要去踢波。咁咧，依家咧好正，我有威士忌嘅团喎。有咩特别咧？佢哋先介绍嗰个团咧，系由何明生带队前辈。系啦，咁我试下佢哋嘅威士忌啦。咁呢个系有棉花糖味嘅。有冇棉花糖嘅效果？冇，但好香咯。好香啊！系喎，好香喎。這個同學好犀利啊！哇！之後我哋就玩呢個新嘅 DJI 無人機啦！哇！哇！哇！佢自動停喺度影住我哋啦！嗱，而家佢就會影住咁啱啦，應該係佢會跟住我 friend 咧一路喐咧，佢又會影住啦。今集咧，我哋用咗几个钟头咧，行完个展览之后咧，就揾俾大家嘅精选行程啦。咁希望帮到大家啦。咁记得订阅、赞好同埋分享俾中意玩游轮嘅朋友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